看看好看姥姥。哎呦，这你俩可家伙有对哈的了，刚才二重唱。好看被你哈走了，还哈啥呀？哈盆呢？你连球都哈，你真是四六不分了。你胆子小，上来也不敢玩了。给好看姥姥。哎呦我去！这姥姥一个老拳，请问你哈谁呢？你瞅你胆子，要不我把菊宝叫来吧？让菊宝给你壮壮胆，你自己太害怕了，害怕的很。谁呀？这是人家的家，人家在这住，你现在只是在楼下住。好看，走，球呢？快找去啊！作为一只巡回猫，你不去寻球去？梨花，梨花，哟，你咋突然就蹦上来了？这个小梨花还吓一跳。有点笨呢，你瞅，小狸花还要追你呢，大帅哥，跟灿灿哥哥打个招呼呗，看，灿灿又要和你聊天儿，别动手。灿灿哥哥是不会主动和你动手的。你看你俩的毛色是不是很接近？性格也要接近一些，都老实。灿灿比金疙瘩可老实多了。哎，灿灿，那眼睛不小了是不？来，把抛个媚眼儿，灿灿。看看，哥哥看你的就没有那么凶，一点儿不凶。你看看，和哥哥比比脸，看谁大。你看菊宝在外屋嗷嗷叫。他想进来，我去把他放进来吧，让他调和调和你们，做个中间猫，给你们互相引荐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小金疙瘩，你在哪都能蹲住哈，在楼下咋那么淘？我去找菊宝，把菊宝带进来。